没人认识我。七天不洗澡。今天是讲边缘人还是讲肮脏人？我每一年跨年都是一个人。不像啊，这样子跨年一个人被排挤，为什么？太边缘，很边缘到没有去 KTV。他真的唱歌真的超级难听，有风的味道也有。都是幼稚园的儿歌。